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的长新讲座呢，我们继续啊讲解这个星位大飞的一个长新的其他的变化。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棋盘。我们一个常用的布局，这是。那么当白棋分头啊，黑棋大飞，白棋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往往会采取挂角，以后呢，啊，从这个抢占中间的星位啊，在上面形成一个就是说呢比较好的这个形状啊，比较好的形状。那么这个棋形呢，在我们实战中呢也是会经常这个出现的。有时候呢，或许呢这个星位这个子啊会在这个第一路，在三路。这个和这边的这个关系呢，会有一些区别，但关系不大。那么呢，我们本期呢，就先以这个啊为原型啊为原型呢，我们来呢那个介绍一下，在这个局部白棋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长形啊，作为白棋来说呢，怎么下？首先最容易想到的呢是点三三。点三三，这个也是最简单的下法。这时候呢，黑棋呢势必啊是要从这个外面来挡的啊。这时候黑棋肯定不能够从里面挡啊，因为这个上方啊是黑棋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所以呢黑棋肯定会从这边挡。那么接下来白棋爬，黑棋搬啊。然后呢，白棋搬，黑棋虎啊，形成这样一个正常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说呢，白棋虽然活角了啊，虽然活角了，但是呢，这个角活的这个比较小啊，角活的比较小。而这个黑棋在外面走后以后呢，在这一方啊，由于黑棋很厚啊，几乎呢就可以说呢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实地，以后这个朝中央发展呢也有很大的潜力。这个棋几乎可以说这个白棋呢是失败的啊，白棋是失败的，点三三呢可以说呢是不太好啊，不太好。当然了，作为黑棋来说啊，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另外一种这个下法，就是当白棋爬的时候，黑棋直接二路搬啊，在这时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也是不错的选择。白棋搬，黑棋粘上，白棋靠，黑棋搬，白棋挖粘啊，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定式。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呢，黑棋呢，外面呢，也是非常的厚啊，也是非常的厚。这个以后呢，这里一路挡啊，还有这个先手味道，可以说呢，也是黑棋这个非常满意的形状。那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啊，说一点，就是说，当遇到黑棋大飞。手脚完了开拆以后呢，那么白棋点三三这个选择啊，白棋点三三这个选择呢是不好的啊，是不好的。希望呢大家呢在实战中呢不要运用啊，不要运用。那么然后呢不点三三，我们再看看白子其他的下法。还有一种呢下法呢是二路漏啊，二路漏。这个下法呢，在这个新大飞手脚的情况下，一般是非常少的这个采用的啊。一般来说呢，是在这个新小飞脚的时候，二路漏比较多。那么新大飞脚的时候，二路漏呢，一般来说呢不是太好。黑棋呢就简单的顶住，啊，黑棋就简单的顶住，白棋呢退。啊，黑棋就搬，啊，
白棋加黑棋粘上就可以啊。由于这个局部啊与这个新小飞角相比啊，黑棋这个子啊多拆了一路啊，多拆了一路，那么它的效率呢自然呢也就高了一些啊，自然也就高了一些。所以说呢这个二路漏在新大飞角的时候呢采用的比较少。接下来如果你飞这个，那么黑棋呢就是拦住收根就可以。这个结果呢应该来说呢白棋呢是不太满意啊，是不太满意。当黑棋顶的时候啊，白棋往里面藏啊，这个是不成立的啊，这个是几乎可以说是不成立的。黑棋呢就帮助啊，这个里面白棋本身呢活起来呢会比较辛苦啊，活起来会比较辛苦。白棋呢只有飞啊，白棋只有飞，那么黑棋呢稳健一点尖住当然也可以，但是呢积极点就靠住啊，就靠住。白棋帮黑棋就夹住啊，黑棋就夹住，这样呢黑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啊，很不错的结果。打吃的话呢黑棋还可以啊，这个角上注意，大家可以注意，黑棋可以不用走了啊，这两个子呢已经不好逃了。这个结果白棋呢也不行啊，所以说在这个黑棋大飞手脚的时候，白棋二路漏这个招法呢一般来说呢是非常少见啊，是非常少见的。同样的道理啊，在这个二路漏啊，结果呢也是差不多。黑棋呢，就简单的啊并一个就可以。这个结果也和那个漏在这个地方意义呢差不多，大同小异吧。反正白棋呢是不能满意，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呢这个第一啊。这个新大飞呢比新小飞多拆了一路，效率呢高了不少啊。那么我们排除掉了啊这个点角，这个点角啊，这个二路漏以及这个二路漏都不满意呢，那么呢其实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很简单啊，也就是很简单的。那么白棋所剩下的手段啊也就是一个了啊，那就是什么呢，三路拖啊。三路拖呢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常见变化啊，常见变化也是对付新大飞角啊这边开拆以后用的最多的一个手段。黑棋对于白棋拖啊主要呢有两种下法，两种下法。我们呢先看一下啊，第一种啊内扳。内扳呢它的是以呢实地啊为主的一个下法啊。大家从视觉上一眼呢也能看出来，它扳啊是守在脚上，那么很明显的呢是照顾实地。那么黑棋内扳以后白棋呢普通的啊这下法呢就是退啊，就是退。退的时候呢黑棋呢一般呢是要会立下去啊，黑棋要立下去，因为这个立呢本身手脚目数呢非常大，而且呢关系到双方的这个眼位的问题。黑棋虽然有时候也有这个粘的这个下法，但是呢在一般黑棋主动的情况下啊，这个黑棋呢是不会这样选择的，因为你粘的话呢被白棋啊轻松拆二以后呢，它这个地方由于没有立，白棋的这个眼位就会丰富很多，这个黑棋粘呢是不是一般来说是不太肯的啊。那么黑棋当白棋退的时候，黑棋肯定是要啊是要立的。接下来白棋拐是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定式里面或者是书里面有时候很容易看见的一手棋啊，黑棋退白棋拆，这个在
实战对局中啊也是经常出现的。接下来黑棋飞住，白棋冲，黑棋挡，白棋拐，等于呢就是说呢，白棋在黑棋的阵势中啊做活一块棋，但是黑棋相对来说呢也能啊比较完整的守住角啊，也以后粘上这边呢也比较结实，黑棋呢也可以满意啊。这个变化呢在高手对局中呢也是经常出现啊，在以前是经常出现，但是呢这都随着时代的更新啊，又会产生一些这个新的变化啊，产生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当新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当白棋拐的时候啊，当白棋拐的时候，黑棋啊它不一定走这个看似必然的退一个，看似必然的退一个，那么黑棋呢就有可能啊采取更积极的下法，直接呢拦住白棋。你打虽然是先手啊，打虽然是先手，但我就粘上，让你打一下没什么关系。首先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能从这打的啊，大家注意一下，白棋如果从这打立下去，那么黑棋简单的收气啊，这个白棋就死掉了。那么白棋从这打，黑棋就粘上，白棋呢由于这个外面存在的这个断点啊，存在这个断点呢是无法贴下去，这个棋是无法贴下去，贴下去被黑棋这一断啊，这个白棋马上就要崩溃。那么白棋呢就要防止这个断点，如果普通的啊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啊，如果虎这边，那么黑棋刺啊，白棋接上，黑棋就尖一个啊，这个棋白棋很无趣啊，黑的目数这边虽然小一点，但是白棋马上呢变成了一块这个比较沉重的孤棋，这个白棋很难接受啊，很难接受。虎在这边啊，效果呢也是一样的啊，虎在这边呢，那么黑棋可以从这边点一下，等你粘上的时候啊，我再尖一个啊，再尖一个，这个结果白棋也是无法接受。那么白棋灵活一点啊，灵活一点的话呢，大概就是先拖一下，那么黑棋搬啊，白棋加，黑棋就老老实实的都接上。总之来说呢，黑棋只要不让白棋这个先手啊补掉这个断点，那么白棋呢接下来行棋呢就会比较困难啊，比较困难。那么经过这个近来的这个棋手的不断的研究啊，发现呢这个当白棋拐的时候，当白棋拐的时候，黑棋啊这个逼住这个还是非常的严厉，还是非常的严厉。看来这个白棋拐啊还是或许呢就是说小有问题，小有问题。还有一种以前呢我们也看到的，在定式书里面甚至于来说啊还会见到这个白棋飞啊，黑棋并，白棋拆一个的下法啊，白拆一个下法。同样的道理呢由于现在的研究来看，就是说白棋拆的时候，黑棋依然可以点一个反击，白棋很难办。你要是加啊，黑棋冲，他就冲，这个白棋呢都只有跟着应，然后呢黑棋再一断，这个总的来说，白棋接下来作战呢，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棋白棋飞啊，还是和这个拐一样啊，都还是这个是有些问题啊。每一个局部残形啊，我们就是说在平时的实战中啊，虽然说以前到现在这个残形都一直在出现，但是呢，它其中的变化啊，随着这个现在这个
奇异啊，人们的不断研究的深入啊，会产生一些呢新的变化。那么以前的啊一些看似必然的或者一手啊，都会呢产生呢不同的见解。这个变化呢也会随着时代呢而更新。那么以前的变化不成立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当黑棋立的时候，白棋应该如何下呢？那么现在白棋来说呢，就应该啊，就是说直接拆二，对，直接拆。如果黑棋接着再走啊，接着再走，那么我再拐。由于接下来这边黑棋没有严厉的手段呢，那他就只有退一个啊。这个呢，白棋呢就可以还原成啊所想要的一个形状。那么黑棋不压啊，你不拐的话，这个压虽然是要点啊，虽然是要点，但是呢，白棋现在肯定不会走了，他就会抢着呢这个飞啊，这个飞，这个大场。相比之下呢，这个飞，黑棋呢有点受不了，因为这一飞以后，黑棋这两个子啊，马上这个棋形啊就出现问题。啊，显得很散乱，而且这一飞呢，黑棋的根也被白棋收掉了，这个是黑棋不能满意。那么黑棋最强的下法呢，就是尖顶，啊，就尖顶，白棋退，啊，白棋退，这时候白棋还是不能拐，拐了以后被黑棋这一虎。非常难受，这个棋肯定是白棋打完以后黑棋粘上，依然存在这个断点，所以呢白棋要藏。这时候如果黑棋啊要抢这个压啊，你要是简单的跳呢，那白棋就可以先手拐到了。黑棋呢当然还是想抢这个压，但是呢这时候呢白棋呢就算简单的飞一个啊，简单的飞一个就呢已经可以接受了。你如果吃这个，那么随着这个白棋继续飞啊或者跳，这个都是先手啊，黑棋这个地方越来越薄，白棋的这个头呢也走得很畅，对外面这个也照顾也很多，所以说呢这个白棋呢完全可以接受啊。如果黑棋再跟着硬，那么白棋呢就算这里啊被黑棋压一下稍微便宜点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这里呢已经抢先走招一下，黑棋注意，以后这个地方黑棋还是有点薄弱的啊。黑棋如果搬呢，白棋呢就虎一个，白棋就虎啊，虎一个是这个棋形的要点，这样呢白棋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说，当黑棋啊，当白棋退黑棋立的时候，白棋单拆二啊。是目前研究的来说呢一个就是说正确的下法。结果来讲呢，就是说大概也就是黑棋飞，白棋拐，白棋拐，结果呢双方呢也都是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接受。那么当黑棋内扳的时候，白棋还有一种更加积极的下法啊，更加积极的下法就是这个断啊，就这个断，断以后呢，变化呢相对呢稍微复杂一点。黑棋正确的应法，我们先看正确的应法呢，就是退一个啊，退一个啊，正常的最普通的。然后呢，白棋打，黑棋立，白棋退，啊，白棋退。黑棋呢拐一个，白棋呢再拆二。与前面相比呢，黑棋白棋啊，白棋虽然少拐了一下啊，这个拐的这个子虽然断在里面有所损失，但是呢黑棋这个地方啊，大家注意它没有立在这里，而是呢立到这里去，这个差别呢更加的明显啊，这个差别更加的明显。应该说呢白棋啊，白棋还是非常的这个
满意的啊，这个结果应该来说白棋是非常的满意。黑棋如果不拐，想逼住白棋直接攻击的话呢，这个威胁性啊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因为白棋有挡下来的这个好手啊。黑棋拐，白棋扳啊，黑棋打吃，那么白棋滚打，这个劫啊非常的大。如果万一被白棋一提起来，这黑棋完全是七零八落了啊！所以这个劫呢，黑棋是非常的重的啊，这个劫黑棋是非常的重的。当然，现在白棋不一定有劫财啊，不一定有劫财。不过没有劫财没有关系啊，白棋可以通过啊，在外面这些靠啊，利用几下呢，造出一些劫财来。这个变化呢，黑棋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这个逼住呢是有这个有点问题。那么当这个白棋断的时候啊，黑棋呢还有一种呢下法呢，就是说立啊，立在这边，你不是要打这个退这个吗？要在这边这个寻求这个借用，那么呢我就立，把你这边的这个借用暂时呢给消掉。可是呢你既然消掉了那边，那么这边白棋呢还有这个靠的这个手段啊，这个白棋根本不用怕，单靠是守金，黑棋只有退，然后呢白棋呢再搬过来啊，白棋再搬过来，这个棋就是说形成一个转换。不过这个转换结果呢还是呢白棋呢不错的，黑棋这个立啊，立在二路呢不太好啊。黑棋如果退在这边，这个呢性质大概一样啊，白棋就打这个退这个，依然保留这个打脚上打劫的手段。如果你黑棋拐呢，那我白棋就尖出来。那么黑棋最顽强的一种下法呢，就是打吃啊，白棋立啊，黑棋打，这是个最顽强的下法。不过呢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的坏啊，非常的坏。我们先看看白棋最简单的下法。白棋最简单的下法呢，你就当退一个，就当退一个。黑棋如果张，那么呢这以后白棋有扳了连扳的手段啊，黑棋不能打吃，打吃又滚打，又要打劫了。如果你吃在这防止那个手段呢，那我白棋就拐打一下，拆一个。这个与黑棋立相比呢，黑棋这里面虽然厚了一点，但是不起作用啊。但是这个子没有立在这，这个区别呢，这个非常的大，也是呢白棋可以满意。可以说呢，就是说呢，对付啊这个黑棋打了挡住以后，白棋呢简明的下法呢是就是退一个。当然，如果你想寻求一下更加这个激烈的下法呢，白棋也可以断打，然后拐打啊，这个黑棋都必须走，然后呢白棋再爬，这个呢是一个比较乱的下法啊。白棋以后呢随时瞄着这个扳了连扳啊，这一些手段。具体的变化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复杂。不过作为这个白棋一方来讲呢，有这个啊，有这个退这个简明的下法，就没有必要，大家就没有必要呢去走那么复杂的变化啊，去走那个复杂的变化。所以说呢，当黑棋内扳的时候啊，那么白棋呢我们认为啊，如果你不怕变化复杂的话呢，白棋最有力的下法就是断一个，白棋最有力的下法就断一个。如果黑棋按照普通的下法就是退一个啊，然后白棋呢就打吃立啊，白棋退，这个变化呢可以说是白棋啊能够满意的啊。
我们一认为呢，白棋优于这个单退，白棋优于单退。但是在我们替黑棋啊没有找到更好的下法之前，我们认为啊本图的形状呢是在白棋拖了黑棋啊这个内扳以后，这个是双方呢一个正确的下法。当黑棋内扳的时候呢，反正是一个是退啊，一个是断。最后呢，我们简单的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白棋这个连扳啊是不好的啊，是不好的。因为这个白棋啊有时候特别想抢空，你黑棋不是要守地吗？特别想抢空，但这个下法呢是不成立的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黑棋打吃以后呢，挡住啊是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白棋接下来是非常的困难啊，不好做活，等于是只有断打啊退一个，那么黑棋就乖死啊。虽然你能尖一下啊，是先手能压住这个子，但是由于啊它这个是立在这里吃的。以后呢，这有飞啊，甚至于有尖，还可以有可能跑出来的种种手段，这个棋呢，白棋呢是不行的啊。当然呢，黑棋你要简明点啊，打吃完粘上啊，不挡这个粘上也是可以的。啊、白棋呢这样活的呢也比较小啊，白棋这样活的也比较小。这样白棋呢也是活的是比较小啊，非常的委屈。所以白棋这个二路从里面扳是不成立的。那么我们知道了黑棋内扳白棋断啊，是这个目前来说是最有利的下法。当然了以下的变化啊，黑棋还有种种的这个其他的获取反击手段，但是呢目前来讲呢，黑棋啊退一个是本手。这是本期啊大家呢需要记住的一个图形啊，这是本期大家需要记住的一个图形，是双方来目前来说呢一个正确的下法。好，当拖新大飞脚的时候，黑棋内扳的变化呢，我们呢本期呢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啊。当然还有一种黑棋从外扳的下法啊，外扳以后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下啊，就是取势一个下法啊。以下的变化呢也会非常的复杂啊，那么呢以下的变化呢我们呢就准备呢留给下期再给大家呢具体的这个讲解以下的这个变化啊。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呢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啊。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发 email 到我们的这个邮箱啊，我们呢尽能力呢给大家与呢回复。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